我来这么快干嘛呀、啊？我觉得来的太晚了。你快点走吧，你去找点正事吧，几点了还不下班回家？那我们没办法，你们不下班，我们怎么能下班？啊？你们漂泊在国外，我也下不了班啊。我找到你啊，你早点回家，不要去做诈骗分子了。好。你在哪里啊？你在缅甸还是哪里啊？在缅甸啊，欠的太多了，回不去呀、啊，大哥。哎呀。劝你早点回去。行。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打扰你休息了，真是的。哎、你们不下班，我们永远下不了班。好吧。我们下班，一会儿就下班，一会儿就下班，到点了。好，早日回国，好吧？好，家里人等着你回来的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要再跟他玩了，好吧？好，不跟他聊了，我把他删了。好，我放过他了。好。清清楚没有？是骗子不啦？你还要再给他转钱？不转了。